好高，这里好高，我要下去了。哎呦！呜！大家看到我周围的装修风格没有？粉粉的一大片，这种特别像那种密室逃城，是不是？那个大滑梯是免费的，不要钱。进这个园区呢也是不要钱的。这个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娱乐、美食一条街这种玩的地方。基本上你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各种娱乐项目这里都有。今天呢我在这里约了一家汉服体验馆，就在我身后这只猫的旁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我今天要过去拍一套女装的汉服。你看，为此呢我还带了我的假奶。因为今天是工作日，所以这个园区里现在看起来人特别的少。我今天约的这个体验馆，汉服体验馆，就是这里。看这个门口，有点像漫展的那些小饰品。这里有很多汉服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就是前天跟你预约过的，今天来拍照的。然后我今天可能没有跟你说清楚，我就是想拍一套那个女装的，你们这有什么风格可以推荐吗？可以的呀，还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合集，服装的合集。那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服装？我是想拍一个汉服的。我推荐你拍我们家的敦煌系列的吧。好啊。对。是这两套吗？这几套都可以。啊、哦。哎，你喜欢哪套？你喜欢哪套？我是在门口。那个是也是敦煌吗？对，这个是我们家就是自己设计原创设计的，这个在网上还挺火的。之前我们2018年做的这个，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，当时还上了敦煌博物馆，央视也上过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对对对，你会觉得这个太暴露的话，你就拍一些汉服的唐朝的这个唐领也挺适合的。我挺喜欢那个蓝色的。这个就看你自己喜欢吧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那我就选这个。这个是、行，可以啊。好，这个是先穿上衣服之后再化妆是吗？对。好，那我先穿上。这个就是那个全套是吧？对，全套。哦，可以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假胸有用武之地了吧？拿对了吧？你们这儿有没有就是来电的客人像我一样，就是男生穿女装的？拍照没有，你是第一个。其实我拍照最怕的就是不会摆动作啊，没事，我一个一个给你教给你摆啊。我就喜欢手把手教你摆啊，就喜欢动作指导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放心。